绑头发，爹地说他今天要返工，来不及帮我绑。你爹地就是慢吞吞。我爸爸说我吃东西要慢慢吞，是慢吞呢，不是慢慢吞啦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宝贝出国比赛啊，再陪你睡一下啊。宝贝羊怎么在这边？那是因为爹地昨天有很多话想跟宝贝说，所以就跟你借了一下。你要跟我借啊？别人没有答应就拿走别人的东西，是小偷哎。对不起啊，小公主，下次跟你讲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怎么不对了呢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赶快去刷牙洗脸。好。哎呀，等一下穿衣服。温妮，好了没啊？快点喽，刷完洗脸完，赶快去换衣服了哈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今天穿运动服哦。运动服是不是？好，那不是在羊，还是好了没？你先弄哦，等你去看哈。哦。弟弟，怎么这么乱啊？哎，爹爹找运动服啊。哎，找到了。哎，你赶快把运动服穿上，爹爹要去刷牙洗脸啊。来不及了，赶快！还能绑头发？坐坐坐坐。好了，出发！早餐呢？
在路上再买吧。来不及，走，走，出发了，出发喽！哎，振华，振华，我的振华去哪里了啦？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他，连花店都没有开。Oh my god， 又一个振华依存症的患者。美女阿姨。爸比已经出国比赛了。出国比赛？去哪里比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回来去参加一个国际花艺大赛啦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就两天之后了，我们快走了。两天有100多个小时吗？这是官方说法。100多小时？那不就是一个多礼拜？好久。哎呦。怎么振华也不在？我们小美女都瘦了。有吗？文迪，你有没有吃早餐？还没吃。这么可怜。不是不是，这个是这个是是是。这样子好了，文迪，这几天呢，就由美女阿姨帮你送早餐啊。哈。哎呦，这振华真是的，也没有交代我。哎呦，这头发这么乱哈，一定是爹地帮你绑的，对不对？美女阿姨重新帮你绑，好不好？美女阿姨不用。对，所以我们真的赶时间了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呦，你们是一家人吗 ？Okay, whatever, let's go. 拜拜 ，Daddy。嗯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公主？啊？啊？哥哥不错。那是哥哥，这个是谁啊 ？Daddy。嗯？一般人可以花几天啊？100元吃一餐就没了。那苹果可以吃多久？好，吃几口也就没了。那香蕉呢？两口。饼干呢？饼干要看大包还是小包。如果是大，不是，温迪，我们这话题晚上再聊吧。你快迟到了，好，我们要赶快去学校啊。我很快就回来哦，等我。钱不能乱放。